Hello, hello。呀，是我世界上最可爱、最善良的大叶姐姐吗？是我最最最没良心的刘丹小朋友吧？干嘛？哎，你这么说话，我可太伤心了啊！我对你忠心赤胆，天地可见。就你那七窍玲珑心，伤一个还有六个。说，什么事儿啊？好事儿啊！我这有个餐厅的打折券，咱俩一起去吃呀。哎呀，吃什么吃啊？你看我这都干嘛呢？我工作呢。今儿可是周日，你不休双休啊？我给你休，谁给我休息啊？老何，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放松一下，你得给你和孩子一个休闲的时间。知道了，我忙完这点事儿就休息。你还是去找你的狐朋狗友去吃饭吧啊！行了，挂了，我这还有事儿呢，拜拜。啊，我想个啊，我。哎呦，我就是心疼你，想让你放松放松嘛。没睡觉啊？哎，大晚上的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你要找什么东西跟我说，我就送过去不得了吗？不是，当时方敏的资料备用电话号码填的是不是她老公的？哎，你不会是要找赵小鹏，把他跟小文的事放在明面上说吧？不行吗？我办婚礼这么久，婚后出轨的我见得多了，婚前出轨的我还是头一次。这事让我撞见了，我就不能置身事外，我必须得管啊！哎，你的私事儿别管了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呗。哎，什么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？你先别急行不行？我跟你说，不是我冷漠，这事儿你没法管。你如果说只是警告一下咱们两个人，未必会听；但如果你把这事儿告诉方敏，这婚事肯定就黄了。再说了，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，你不懂啊？人家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呢？黄了就黄了。这事没让我撞见也就罢了，撞见了我就必须得管。这还没结婚呢，就出现第三者，那结婚以后怎么办呀？这婚礼我也不做。哎，别撕啊！你看你的脾气又上来了。坐下，坐。都是成年人了，能不能冷静冷静再想想？别那么着急做决定。还有，我提醒你啊，方敏现在怀着孕呢，不能受太大刺激。即便你要跟她讲，也得稍微委婉一点。别净说难听的话。什么叫难听的呀？什么意思啊？就你的脾气上来，生怕别人觉得你是好人，就是见义勇为也弄得跟骂街似的，谁受得了？什么东西糊了哈？用不汤。没吃完饭啊？吃了，我这不给你炖的汤吗？算准了我今天要来啊？没有，这不炖好之后明天给你喝。这汤炖得越久越有营养，不懂啊？哎呀，现在女人也挺惨的哈，只有怀孕了才能吃点好吃的。你说这上海五千年，这女人怎么没月薪了？谁说的？咱们还不是平时想吃什么吃什么呀？再说这汤是额外给你补的营养。你说她头上都是怀孕，方敏怎么那么惨？来，先喝口汤吧，要不我给她送一碗去。
你怎么不喝呀？我哪舍得喝呀？明天再给你留着呀。这晚上喝汤不得胖死我呀？哎，甭管这孩子咱要不要，营养先补上，对不对？快喝吧。划死全了，没完没了那个朋友，什么朋友了？天天在这是什么朋友？咱俩是朋友，那会儿还互相去家里呢。那能一样吗？我是正人君子，他是谁啊？他大哥，当初是你要的私人空间，我现在给你了，你又跟我唧唧歪歪的，不带你这样的。我要私人空间是要自己的时间，我没要乱来。你真以为我在这儿没有魅力是吗？你特别有魅力，就是还没施展开，我知道。你呀、尽情的释放，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，尽情的去嗨，就当我不存在。反正我也这样。多没意思，要不来点大一点的啊？没问题呀、啊！来啊来啊来来、啊！来这样啊，就玩骰子，谁点数大谁就赢，好不好？你要是赢了的话，就亲我；你要是输了，就亲我一口。文博，你今天怎么总缠着我们家丹丹啊？你是不是不安好心呢？干嘛呀？